我是个单亲妈妈。7年前，我接受了人工受孕，生了个女儿。家姐，做咩你要搬嚟啲咁嘅地方嘅？又远又静。我就系中意呢度够清静，咁我写作都舒服啲啦嘛。莹莹，Hello， 等咗你哋好耐咯。点解呢度好似好静咁嘅？哦，搬嚟呢度嘅人都系中意去静啊嘛。咁治安方面安唔安全噶？治安方面冇问题嘅。大概有几多家咧？咁啊？都有十几家咯。十几家人啊？咁呢度嘅交通方面？都幾方便下噶，呢度行出去街口就有車站啦。呢個波係你噶？你住呢度噶？家姐，你做咩啊？我俾翻嗰粒波。不如我哋行啦。
家姐啊，不如我落去攞埋啲行李上嚟先啦。嗯 ，OK 啦。咩事啊，阿哥？阿毛，我上嚟净系想通知你，呢度嘅垃圾池就喺最低层嘅停车场嗰度，每隔三日都会有人嚟清洁一次嘅。仲有其他事吗？哦，冇咩啦。盈盈，盈盈，我们把鱼放进鱼缸好吗？小心啊 ！Thank you。是时间搬新家了。你喜欢我们的新家吗？是不是很漂亮？啾啾呢？为什么他没有和我们一起吃饭？他回去宿舍了，过几天他来看我们。莹莹啊，妈咪去丢垃圾，你别乱跑啊！Thank you.
咩事啊？唔好意思啊，撞到你添。冇所谓，啱啱搬嚟噶。系啊。你都系住呢个 block 噶？嗯。呢度好似冇乜人打理咁嘅，啲管理处啲人唔理嘅咩？的确楼系咁嘅。十四楼，唔该。系啦，未介绍添。我叫阿生。我叫阿欣啊。我到啦。拜拜。拜拜。莹莹，早点睡啦，明天开学了。等下妈咪来接你回家 ，OK？亨哥，我洗衣机坏咗啊！呢度附近有冇边个可以帮我整啊？唔清楚喎，我帮你睇下。哦，好啊。就系呢只嘢塞住喺入边啊！点解会喺入边嘅？唔知。阿生啊，你坐阵先啦，我拎个毛巾俾你。唔好意思啊，整到湿晒添。啊，冇相干。啲洗衣机咧系咁噶啦，一旧咗就好麻烦噶。呢度附近一间电器铺，
佢哋价钱唔错噶，得闲带你去啊。饮杯茶先啦。唔该晒。系咧，呢座楼好似好少人住嗬。系啊，依家啲人都比较中意住市区嘅，呢度咪几好，够清静。你一个人住噶？唔系，我仲有个女噶，佢翻咗学。啲你写噶？嗯。你入咗家嚟嘅？系咧。你做咩噶？我做化妆嘅。还不快点吃？哎，不要没有礼貌。系啊，多谢你餐饭。小意思啫，我麻烦咗你成日，我多谢你又真。唔使，大家隔篱邻舍。早唞。拜拜。拜拜。盈盈，盈盈，Mr. Chan， 燕来了。是，啊，知道知道，就这样决定了哈。哎呀，你相信我啦，我们认识这样久了啊 ，OK 啊。
再联络啊，拜。老板，终于出现了，大作家。是我老了眼花嘞，还是你故意玩我啊？都是白纸来的嘞。怎么可能呢？燕，你搞什么鬼啊？啊，打了十多次电话你又不接，难得你上来你又交一堆白纸给我，有没有写的？我真的昨晚写好的，我明明把它放在 OK 啦 OK 啦，怎样都好啦。燕，我要你知道，不只是你的同事，你的读者，我呢也是对你的小说非常期待的。如果你有什么困难，面对什么问题，找我商量，可以解决的。OK。真不好意思，我尽快交给你好吗？这样啦，再给你两个礼拜哦，帮帮忙赶出来给我。还有另外一份稿啊，也到期啦。OK。都叫你不要动它了，你偏偏要动。你会不会停的哈？叫你戴帽子你又不要掉，是不是要我剪掉你的头发？不要再吵了啊，不要再吵了啊，再吵。莹莹，为什么你拿妈咪的东西？妈咪跟你说话，你看着我。我再问你，为什么你拿妈咪的东西？我没有拿。你没有拿，这是你房间找到的。我不知道。你不知道，莹莹啊。Hello。哦，是啊，很快的了。嗯。OK。啊，得了得。OK。拜。莹莹，莹，在哪里？谁说话？
我不要。莹莹啊，有些东西妈咪想跟你说很久了。其实莹莹是没有爸爸的。你骗我，我刚才就和他说话。那有可能呢？莹莹乖，你相信妈咪，莹莹是没有爸爸的。我有，他还说要带我走。他要带你走？好，那你告诉我，他要带你去哪里？他没有说，他常常来找我。莹莹啊，小孩子不可以说谎的。如果你再说谎的话，妈咪生气的哈。我没有说谎，我真的可以看到爸爸。你有冇见到一个细路女咁高度七岁着住睡衣噶？
莹莹，莹莹。我还以为换一个新的环境会带来一个新的开始，可是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很乱，我决定是不是错了。我是不是做错决定？我是不是不应该搬来这边？燕，你别急，放轻松点，慢慢说，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莹莹，昨晚我去她的房间，找不到他，我到处的去找，我好怕，我竟然在天台找到他。他几乎要跳下去，我很怕失去莹莹，
我不该失去莹莹，我真的不该失去莹莹。老爸，我不知道怎么做，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莹莹，我知道最近我比较忙，没有时间陪你。如果你在学校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跟妈咪说的。我们刚刚搬新家，你不适应是吗？你有什么不高兴？你要告诉妈咪啊。莹莹啊，这个周末我们一起出去玩好吗？我不要去。为什么？因为你不相信我真的看到爸爸。莹莹啊，我没有说谎。
做什么？燕，当一个人面对压力的时候，情绪很自然的就会失控，对于周围的环境自然也会感到非常的敏感，有时候还会产生一些幻觉，严重的话可能还会看到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我真的看到的，我真的看到的，你看，我真的看到的。人的情绪其实是很奇妙的，当你相信毫无保留去相信某件事情或者某样东西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随着你的情绪而产生这种幻觉。或者可以这么说，你身上的这个疤痕可能就是因为你选择了去相信你自己的幻觉才会出现的。或许吧，可是依依说的东西。燕，你不要再无事乱想了，再想只是会让你更加的乱。最近你的压力这么多，你应该是累了，我想你应该好好的休息一下。不如这样，你暂时放下手头上的工作，让自己轻松一下，或者这样子对你会有更好的帮助。我开一点药给你，没什么的，只是一些镇定剂，有需要的时候才服用。姐姐，你没事吗？不如我搬入嚟住咗好唔好？起码多个照应。唔使啦，我睇我都系乱谂嘢啫，唔使担心。你在这里拍什么？喂，跟你讲紧嘢啊！俾翻我，你话俾我听，你在这里拍紧啲咩啊？俾翻我，俾翻佢啦，杰。点解我要俾翻佢啊？佢在这里拍紧。什么事？没什么。你没事吗？我搬来之前，那间apartment是谁住的？不知道。
我都正话搬嚟嘅。不过听讲之前系冇人住嘅。做咩呢？近排好似发生好多怪事啊！你意思系话你怀疑你嘅apartment有问题？不如咁啦，我帮你问一下。我想见 Dr. Lee。 你有没有事先预约？有，请等一下。方小姐，其实当你同意做这个手术的时候，你应该很清楚我们是不可以透露任何关于捐躯者的资料，我希望你会明白。我明白，但是我的女儿有事啊，我真的很需要找你爸爸。方小姐，我只是可以说的就是我真的帮不到你，好对不住。如果你没什么紧要事，我有些事我需要办。再见了，方小姐。婆婆，婆婆，你冇事嘛？婆婆，欣，发生咩事啊？我帮你问过噶啦，喺你搬嚟之前，呢间朋友曾经有一家人住过，不过好耐以前已经搬走咗。欣，欣。
究竟发生咩事？我又睇到佢哋啊！究竟发生紧咩事啊？你唔信我啊？你要的东西都在这里，我已经印好一份给你了。你知道吗？如果被人发现，我会有麻烦的。真不好意思。没关系，我们是旧同学，希望这可以帮到你。他的名字叫陈浩，他就是他的捐书者。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你要找他。我在那里找到答案。我真的不知道你近来在想什么，姐。是不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啊？不如我带你见陈先生好不好？我之前做了什么？应该在这里了。有没有人啊？这里应该没人住的了，姐。不如我们走吧。唔该，有冇人啊？姐啊，你究竟想问啲咩啫？走啦。冇锁。家姐啊，你究竟想做啲咩啫？你这样子做只是为大家好罢了吗？这样子有错吗？
喂，我是阿杰，你现在有空吗？我需要你帮忙。我已经来到了。究竟是什么呢？你想跟我说什么？你究竟想怎样？是他坚持要来的。阿姐，不如你先下去吧。为什么还在留在这里呢？燕，你不要无事乱想，人死后是不可能还可以留在这世界上的。我亲眼看到的，你不相信我吗？不，燕，可能是最近你承受的压力太大了，所以才会产生这样子的幻觉。家姐，你冇事啊嘛？陈浩有个女噶，佢同燕燕同校。我还记得她，她曾经是这里的学生。可是后来停课了。我需要联络他们，你可以给我他们的新地址吗？可是这些资料是保密的。这件事真的是很重要的，请你帮帮忙好吗？
那让我跟校长谈谈。嗯，谢谢你。姐姐，你可以把球还给我吗？谢谢。Miss Fong，我问过校长了，校长说就是那么一次。哦，请跟我来。陈丽梅，应该是这个吧，13 Jalan Kampung Lama。你再找一次，可以吗？他们已经搬了。好了，我再帮你找一找，我找到的话再通知你。嗯。
家姐，咩事啊？究竟发生咗咩事？家姐，唔好吓我啊！那么夜来打扰你，真的是不好意思。你不要这么说，你不要忘了，你姐姐不只是我的病人，而且她还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平时又要上课，以她现在这样子的状况，真的是不放心把她一个人放在家里。要麻烦你帮忙我照顾她几天呢、啊？你不用担心，你把你姐姐交给我吧，我会好好的照顾她的。早餐好了 ，Thank you。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我打算离开那个地方。嗯，我觉得如果真的住到不开心的话，就搬出来。等下我会回去拿一些东西。嗯，那我陪你一起过去好不好？你放心吧，我去收拾一些衣服罢了。嗯，那你记得你小心一点哦。嗯，东西要做，你在这里等我好吗？我很快就回来。托我找的那个地址，我给你找到了，地址是 H146。
欣，你点知佢住呢度噶？入嚟先啦。你哋系边个嚟噶？我啲亲戚嚟嘅，要唔要饮嘢？我入去整啲嘢，你饮啊！做咩啊？我叫咗你唔好乱兜啲嘢噶啦。你咩吓埋你啊？
你究竟想点啊？你困住我喺度，你想搵几耐啫？都话我今日买咗啲咩俾你，咪嗰对鞋咯。你咪不嬲都要嗰对嘅咩？嗯？我阵间帮你着啊。佢死咗噶啦。听唔听到啊？他说你死了，那天我走过一间鞋店，看到他在那里捡鞋，我发觉他捡的每一对鞋都是红色的，我一直觉得他很特别，真的很特别。结果我忍不住我跟着他，他在一间议员中心上课，之后我都报了名，终于巧合有机会认识他，之后我同他有倾有讲，有讲有笑，不过有一次他同我讲话，他已经结咗婚，不过佢好唔开心，真系好唔开心。佢话佢老公俾唔到幸福佢，就当我哋开始亲密嘅时候，有一日我见到佢同佢老公在同一间鞋店拣紧鞋，佢老公见到我之后，佢就同我讲，话我哋唔好再见面啦。
分手了。他骗我，我知道他很爱我的，是吧？真的很爱他。你这么爱他，那你又杀了他？没有啊，我哪有杀他呢？我何时杀他啊？怎么找到我的？干嘛不听我电话？你现在做什么？我们已经分手了。你现在做什么？我不是主动跑的吗？你听到我讲话吗？你是来做什么？你给我马上走，不管你是走。不要再打了。如果说不再跟他见面，今天早上来，再也不会喜欢你的。啊，你没有，不要走。我只是想同他一起而已。现在不是挺好，我们永远都可以在一起。你是疯癫的。疯癫？那你呢？你去自首吧，生。我做什么要自首啊？我为什么要自首呢？我都没有做错事。做错嘢嘅系佢老公啊！你知唔知啊？如果唔系佢老公，我哋细狗成咁，吓！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困住我喺度，我细佬会揾到嚟噶。不如你吃啲嘢先啦，食啲嘢啦，你都饿噶啦，嗯？我你唔饿啊？咁如果你唔饿，阵间先食啦吓。我挤喺度。厕所。
其实你家姐只系疲劳过多啫，休息几日冇事噶啦。我就系中医度搞清静，莹莹也不多。嗯，你想吃炸鸡是吗？妈咪带你去吃 ，OK？ 你又见到莹莹？你个女嘅情况唔系咁乐观。你的女儿已经不存在了，不可能的，她就在我身边。黐线，咁你呢？快点吃啊！我真的好担心我家姐嘅病情。但是医生说她的情况比之前稳定很多，最重要的就是她已经接受了莹莹过身的事实。但是她真的找到捐书者全家人的尸体，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只是希望我家姐她会没事。相信过去，只要能够交代。